就现在这个世界，冤冤相报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你对待人，你不是布施恩德了，那就免不了跟人结缘，所以现在为什么孝子贤孙少了？你想想，你对待人有没有布施恩德？布施恩德才有报恩的人来。 不是财务，才有还债的人来呀，处处想占人便宜，那是什么？那你的儿孙就是讨债来的，处处是以高姿态去压人，那就有报怨来的，麻烦在此地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，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人都是好人。 老祖宗教给我们，人性本善。大乘佛法教给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怎样看人呢？我们要看人，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都是佛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善财，为什么一生？ 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我早年讲《华严经》，讲40万言，也用了不少时间，可惜那个时候连录音的设备都没有。我讲了一半呢，明白了，知道他成就的秘诀。 他的心目当中，众生全是善知识，全是佛菩萨，所以他成就了。我细心去观察，在经典里面查这些信息，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。 在文殊菩萨那里得根本智，也就是得清净心了，大彻大悟了，悟后起修，起修什么？起修就是生活。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，53参呢，参学是什么？ 接触社会，各个层面，你从早到晚所接触的这一切人，全是佛，全是菩萨。凡夫自己一个是凡夫，他是这样的心态。 把他在老师那里所学的，全部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